Mr. Parker, Harry Osborn. It's been 10 years.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I do some web design. Nice arm. It's just the wrist, just on the wrist, buddy. Peter, you're gonna want to see this. Oscorp. He had you under surveillance. Why? Isn't that the question of the day? Nothing is what I thought it was. I once told you that secrets have a cost. The truth does too. My name is Richard Parker. I have discovered what Oscorp was going to use my research for. What is all this? The future. We have plans for you, Peter Parker. You wanted to be the hero. Need a hand? Now you gotta pay the price. We have the power now.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Then let's go catch a spider. I made a choice. This is my path. This is bigger than you, Peter. I'm the only one who can stop them. I'm Spider-Man.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本周新版蜘蛛人强势推出续集，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影评人张彦拓来到现场，我们分享。彦拓你好，欢迎来到异想世界。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彦拓超级英雄登上大荧幕的例子非常多，我们说美漫有两大系统，有 DC， 还有就是蜘蛛人隶属的 Marvel， 就是漫威影业。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美漫的历史？是，我想大家这几年如果看好莱坞电影的话，应该会有一种觉得，好莱坞几乎被这些漫画英雄给占领了的那种感觉。的确，美漫跟我们所熟悉的日本漫画是蛮不一样的，因为日本漫画是每一部作品都是由一个作者他从头连载到尾。那但是呢，在美漫的世界，这些角色他们是隶属于公司的，那每一间这个漫画公司呢，他拥有这些角色，然后他旗下有很多的编剧跟作画师，那他们会不断的连续去数十年来帮这些角色去画出一些新的连载的剧情。那么在如果在看在好莱坞呢，就是这些漫画英雄搬上大荧幕，我相信我们这一代的观众大家同样会有印象，应该是从大约1978年开始到整个90年代，那是前后有包括4部的超人电影跟4部的蝙蝠侠电影上映。那其中包括像前两集的蝙蝠侠是提姆波顿导演的，那片中那种黑色歌德风，那又有带点喜剧的那个风格，其实就是等于是奠定了后来提姆波顿他自己的电影气质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温床代表嘛。但是在那时候呢，到了90年代后期呢，其实他的这种，因为毕竟电影里面用了很多特效，但是不太有，那时候还没有用到什么电脑动画，所以那种这些奇装穿着奇装异服的英雄们，他们打击犯罪的这种东西，看到最后其实就会已经变得有点疲乏，有点没看了觉得有点荒谬这样。对，那但是也是在那时候，因为刚刚说的这两个角色，他们都是属于刚刚凯英说的 DC 的一个阵营。那他们的对手呢 ？Marvel 其实，在那个时候，这些漫画公司已经甚至一度濒临要破产。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的漫画角色的版权开始也卖给这些电影公司去拍。于是呢，包括2000年的时候，福斯拍了《X 战警》。那2002年的时候呢 ，Sony 就开始拍了《蜘蛛人》。那同时也是在那个时代开始，电脑动画被大量的放在这一些好莱坞的科幻片里面。所以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记得。2002年的时候，大家看到第一集的蜘蛛人，他在城市之间飞檐走壁啊的那些包括人体美学的那些动画，那个震撼其实是印象很深刻。那也同时在这两个系列里面呢，他们的导演都各自开始放入一些比较人性真实面的一些挣扎。那包括像X 战警，它代表的是一种
少数族群在社会上所受到的歧视。嗯，那像蜘蛛人这边呢，则是你会看到的是一个青少年英雄他的一种成长的焦虑啊，或者是恋爱的挫折，嗯，那包括自我认同等等的这些东西。嗯，那这样的一个去深化角色内涵的一个动作，到了2005年开始由诺兰导演的《黑暗骑士》系列，等于是集一个大成。他在他的蝙蝠侠故事里面，不只是角色上去讲罪与罚，或者是英雄的动机，嗯，那也包括从社会从国家的角度去讲正义啦，去讲公民社会等等的这些东西，嗯，所以也等于是整个黑暗骑士系列把漫画英雄在大荧幕上的深度把它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嗯，那之后就是从2008年开始呢，漫威他们就重新崛起，那他们自己成立了电影公司，嗯，然后从钢铁人、从绿巨人、从美国队长一路到复仇者联盟开始，他们又开启了另外一个新的模式，嗯，就是他们这其实是美国漫画向来的，就是在他们一个公司底下所拥有的这一些英雄们，他们其实身处在同一个世界里面，嗯，所以他们其实是可以有时候彼此合作，或有时候彼此为敌，嗯，那这样子就可以，其实就可以繁衍出无限的各式各样的延伸的作品，所以等于是一个全新的印钞机的模式這樣，真的。对，所以就是蜘蛛人等于说新的一系列又印了新的钞票。对对对。燕舵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新旧版的蜘蛛人有什么不一样？对，就像刚刚说的，Marvel 是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把蜘蛛人的版权卖给 Sony。对。那么到了最近这几年，当 Marvel 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复仇者联盟这个世界的时候，当然他们其实就会很想要把当初卖出去的那个蜘蛛人这个最受欢迎的角色把它收回来。嗯，那但是Sony 当然也就不会放过这样的金鸡母。嗯，那当初他们的合约里面其实有这么一条规定，是说如果 Sony 或者是福斯也一样，如果5年内没有新作品出现的话，那这个版权就自动回到 Marvel 的手上。这也是为什么在旧的系列的2007年的蜘蛛人第三集之后，也短短才5年而已，那Sony就很急着要重开机，去重新找一批人来演蜘蛛人的这个故事。嗯，那这次他们找来的这位导演，马克·韦伯，他很年轻，他今年应该才40岁而已。嗯，那么他目前为止也就只拍了3部电影。真的。那除了2部蜘蛛人之外呢，他的第一部成名作，也就是在台湾非常非常多观众都很喜欢的《恋下500日》。嗯，那《恋下500日》是一部青少年爱情片。嗯，那而且它有别于传统好莱坞的那种很童话、很梦幻的爱情片，它其实是比较像，它比较偏向在讲爱情里面比较写实或比较残酷的那一部分。那这位韦伯导演，他很擅长去捕捉就是那种年轻爱情的那种很可爱的一面。那同时呢，他找来的这部片会很成功，也是因为他找来的男女主角都各自很有魅力，嗯，那彼此间也有很强的化学作用。嗯，所以回过头来说，蜘蛛人当他上一集拍2012年拍蜘蛛人第一集的时候，他找来的男女主角包括男主角安德鲁加菲，他演过社群网站跟别让我走，他是一个那种笑起来很开朗、很讨喜的大男孩。嗯，那么女主角艾玛史东则是我觉得是这一代的好莱坞这一代的女星里面看起来最聪明的一个。嗯，她曾经独挑大梁演的成名之作叫做破处女王。嗯，那之后她也演过像是熟男行不行啊，像是姐妹，她都有很抢眼的演出。嗯，那这两位年轻男女星在这部片里面，他们的那个化学作用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们你会觉得他们从戏里，那事实上他们也延烧到戏外，他们也真的就成为一对非常受欢迎、非常被瞩目的银色情侣。嗯，那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之间的那种情感的化学作用是完全不输当年的陶比·麦奎尔跟克斯汀·邓斯特。嗯，那另一方面，在这个系列里面的蜘蛛人跟上一代的那种陶比·麦奎尔那种被排挤的、有点孤单的那个很受挫折的那个青年形象是不一样的。嗯，这一次的蜘蛛人他其实是他比较活泼，那甚至他是很爱玩的。那他在当英雄的时候，他是很爱现的。嗯，他很享受这个当英雄的那种他是一个大男孩的那个感觉。嗯，那所以也因为这样，这一系列其实目前已经一路规划到第4集去了。那包括同样这位导演还会再导的第3集也已经排定在2016年要上映。嗯，那除此之外，当然 Sony 他们也看中了想要把这个世界把它扩充，所以包括一些相关的
反派的系列等等的扩充片子，好像也通通都还在计划当中，所以这个世界可见可预期的未来应该都还会一直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嗯，就蜘蛛人跟他身边的反派会不断的回到大家的面前。对对对对对，其实寂寞他这一次大量的使用一个侵略性很强、压迫性很强的那种电音，他也用了一个电音的效果，叫做 dubstep， 就是回响贝斯的那种效果。那个感觉很难形容。